睇小美比赛，梗系想睇到靓女啦！知边一位佳丽最口齿伶俐咧？两个月嘅训练，日日都咁开心。今年的主题是华丽变身、美丽起跑线。日夜排练，身形系咪好 fit 咧？一分钟 promo 唔知要拍几耐咧？十位美女谁最爱笑？特别节目风华集几时有睇咧？12月7号、8号晚上9:55。好啦，眼光睇下边个最有冠军相。